妈呀，这个电脑哈，老高，嗯，电脑现在老慢了，我天！你不是又准换电脑？换什么电脑？现在凑合用。那个，把电话给我用一下呗。不忙。我刚刚把那个资料发到你那个。发到你那里，你给我看一下。没事。快点儿！完了呀，你在干啥呀？烦死！你有秘密怕看呐，烦死！哎，有啥秘密？下班不行的秘密。正好我顺便看看，你这有啥秘密？我一整动你就烦死，烦死！电话天天整个电话还不让看呢，有啥不让看？哎呀，看看你这，看你这，看你这个都有谁？都有谁呀？这谁呀？这怎么整个这样头像啊？朋友，怎么什么头像有什么关系？看这也看太吓人了！啥？妈呀，这人心里有问题吧？这个心理问题，那个心理。这个小兔谁呀？这美女头像，嗯，我看长得挺好看的，这谁呀？不知道，小兔，你看这谁呀？这哎呀妈呀，这家画的谁呀？这是以前同事吧？哪个那个机场同事啊？嗯。你看。是以前那个市场同事吗？对呀，对，就他，我说那什么，这挂那么二级风，出去戴个秤砣，挺瘦的。嗯，狼见掉眼泪。那长得挺好看啊。你老公认识的不好看吗？对呀，你在机场都接触那个啥美女哈，多呀哈。这谁？这个也挺好看的，这个。这也是同事呗，也是以前机场的，你都不在这干了，你留着干什么呀？留着呗，到以后有什么事儿联系一下。删了。不删。不是，你那里存那些同事，以前同事全是美女，你存它干啥呀？你删了不行？那种删它干什么？你咋回事？我说话不管用了是不是？啥玩意儿？那你电话里都是女的，没有男的？没有啊，我电话里都是客户呀，要不就是亲戚啊、家人啊、朋友啊，删不删？不删。你是不是在这气我啊？删了，删了，快！不删。走走走走走。干什么？哎呀妈呀！妈呀！干什么？走走走，去跟你那个同事聊去吧。